开车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紧张。紧张什么？Keep right on to US 101 south。我也不熟啊，我也不熟。哎呦，哎，我就很熟。对 ，LA 我也很熟。我昨天在这边看的时候，觉得哇，有点紧张。对啊，都是。而且真的南加州跟北加州风情真的不太一样。而且你不要开太慢了，待会儿要 freeway。好了，你别吵了。你看我跟郑博云现在穿成什么样？那我们再看后面的王慧文，就会冷。他在极地吗？王菲有背一个很漂亮的包包。他在极地，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在极地。没有，因为就太阳超大的。What did you get? A shoes. A shoe. What kind? Jordan. 你是 Jordan 是不是？ Yeah, Jordan. 你要 show 给大家看你手上的那个 computer. We went to the Apple store. 你是买什么？你是12寸的。他买了一个12寸的电脑包。Show them. Come on. Hello. Oh, that's the case I bought. 我买一个蓝色的这个 hard case.推销哇，一记棒棒一记棒，回温技术有够差。我拜托，我技术超好的，把台湾的技术带到这里来，你还不满意吗？你们哪里不满意？郑博云，郑博云已经 fucked up 了，今天逛太久。Hey Eric, let's go. Let's go. 键盘杀手八百梦想绝不会停摆。它里面有这种小车子，超可爱的。然后郑博云，哦，我们以前都坐过这种小车子。然后慧文在研究地址。这里是我们这边 Abercrombie I want lemonade. Red lemonade. I want lemonade. 我们要在相反方向。Eric, go get lemonade. 郑博云从这边走到这里，然后从 Uniqlo 下楼就到。你就假装下去 Uniqlo 买东西，然后直接穿过去。为什么假装去 Uniqlo 买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就走过去就好了。他这样绕一大圈哎、欸。啊、oh, okay.。我们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他这样子要找半个小时。Oh, okay. 现在9点多了，你看天空超美，我的妈呀！
Look at the sky. So pretty. 今天买的非常的开心，而且虽然花蛮多钱的，但是我应该也没有特别要买什么的，我就是随性的买。最后一站，你看我 Victoria's Secret 其实我也买完了，我的 Bath and Body Works 我也没有特别要买。我没有买，我内裤到现在一条都没有买到。不要再说，就来这边丢内裤，就一条内裤都没有买。但是你丢了一堆内裤，就没有买任何一条，好惨哦！都没到你花钱。我先用我300块抵。你有300块，你明明只有3000块，这100块都不到，就3000块，你哪个是你要算你的钱？先抵之后，然后再哪个要算你的钱？你要先说。再看，他们在争钱。之后再。Oh, ah!